天跟我做。每天一分钟，口腔溃疡不是病，疼起来却要人命，吃不下，睡不好，怎么办？让我来教你几个小办法好了。西瓜霜对清热泻火消肿止痛有很好的功效，拿几片西瓜霜碾成粉末敷在溃疡的地方，或者喷西瓜霜喷剂一天多次，效果很不错哦。蜂蜜有清热解毒的效果，外敷的话还能消肿止痛，促进细胞再生长。一勺蜂蜜，十勺水，热完蜂蜜水漱口，或者用棉签沾上蜂蜜敷在处理好的溃疡处，15分钟后连同水带蜂蜜一起咽下去，一天重复多次，好得更快哦。冰片才不是冰箱里拿出来那种冰块了，是浓脑香树脂的结晶，经过小小的加工，药店里有卖，用棉签涂在溃疡的地方，每天2次，3-4天就能好了。不过冰片的确很冰，不要经常用哦。大蒜，把大蒜切片敷在溃疡的地方，只要能忍受味觉和嗅觉的双重考验，效果棒棒的。